接下来男嘉宾你要选择出第二位女嘉宾和您聊天，选择几号？四号，接下来咱看看四号的照片，也是一位美女。我发现哈，咱们编导真是用心良苦，把他们年轻时候的照片拿上来，让我们感觉到他们也曾经年轻过，也曾经那样的意气风发，所以就要把当年的感觉拿到现在相亲的现场来。就是那个照片一拿出来之后，好像有一个词儿更好，就是流年时光、一下就带回到那样一个特别温柔的一种回忆。那个年龄对爱情是憧憬的，希望在这个年龄依然是憧憬的。接下来掌声有请女嘉宾上场。我想找个跟我默契的人，我来自沈阳市，我叫柳红。好，欢迎您，您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来，男嘉宾认识一下。你好。来，请二位来到我身边。他不如跟底下头发顶着哈。阿姨为啥不化妆呢？连口红都没抹。化完了，掉了。遮水了。淡妆。他得找一米七、一米八的。您是不太喜欢打扮自己是吗？来吧，是一位非常朴实的女士啊。刚才您跟秘书里交流的时候，喜欢旅游，对，喜欢走，这位给二位出一个非常默契的题啊，就都小声说的，行不行？二位都喜欢旅游，那么如果二位牵手了，我想问第一站你们会选择去哪儿？我说一二三，你们就说出一个城市的名字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三亚，去的。这俩地方有点远呐。哎，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，谁迁就谁？我迁就他呗。啊，你去呗。那咱俩不去好几趟了吗？去的去，我再去一趟怕啥？无所谓了是吧？对。你呢？我上哪都行，我就想去三亚，没去过嘛，因为啊，如果他要上哪儿了，跟他去也行啊，就俩人不会因为这件事儿争执啊。刚才咱们聊了，男嘉宾特别不喜欢女士有脾气，你有脾气没？有，谁都有点脾气。生气啥样？给我们表演一下。我没生过气。今儿晚上回家晚了，就这点事儿，来生个气我瞧瞧。不生气，回来晚就回来晚。爱回来不回来啊？我回来晚就回去，有事就回来晚了呗。你就一点也不生气？那啥事儿惹你生气啊？你什么事儿吧？他也不干啥，你不能强求，那不就麻烦事儿吗？就是干活了也不对心思了，就有点发脾气。你怎么没整好呢？哎，行，给你家纱，给你家那啥纱窗安个洞，出个窟窿。然后夏天捂进蚊子，来生两句气儿。让我说他、啊？对，说他。把纱窗换了，那纱窗都坏了，往屋进蚊子，换一个纱窗吧。那就马上就换。马上就换。对，这不算脾气不好是不？不算。能接受。能。心里不觉得不得劲儿。没有啊，那好吧，哎，好像是留一手都客气了。发现没有，就是对于咱们34号姐姐来说，要找一个就是让她生气的这件事情都是很难的，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并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激起你更大的愤怒的点，是不是？对，没有。这一点你和男嘉宾的这个不言不语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，所以男嘉宾，如果我说出你的脾气的话，我相信你啊，都得颠覆你的三观。来吧，了解我没有用，了解一下女嘉宾生活中的样子。16189号刘女士，67岁，沈阳人，离异，无住房，企业退休，女儿已婚独立。眼前的黑暗只不过是暂时的，我坚信只要你张开双手，被遮挡的阳光终究会洒满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个乐观的人，我喜欢阳光，喜欢旅游，旅游可以缓解压力，使精神得到放松。旅途身体虽然有点疲乏，但是看风景、品美食、赏民俗、听故事，哪个不是让人快乐无穷呢？一个人走得太久了，我更希望有人陪在我身边，一路同行，笑看彩虹，见证风霜。但是选爱人，我有一个特别的要求，就是要统一思想观念，两个人生活在一起，能有共同的爱好，会加深夫妻之间的感情。你的爱好是什么呢？我是你喜欢的人吗？爱的选择，我来了。短片当中女嘉宾说了，要找一个和她有思想高度一致的、有默契的人啊。男嘉宾是不是也想找这样的人？
是啊，那接下来我再次考验二位的默契度，好不好？刚才已经考验回了，相当没有默契了啊。接下来我整点简单的，看看日常生活中两位有没有这个相同的地方啊，也是同时告诉我答案啊。喜欢咸口还是甜口？喜欢淡点的东西。啊，俩人都没有在我这里选择。行吗？答得好，太默契了。两人是意外的一致，意外的一致。那我接了，是喜欢登山还是喜欢海边？一二三，海边。对，海边。对，让你一块儿，谁让你搁这评价来了？啊、你不老师那搁这打勾，你回答正确，就一起默契默契。你也喜欢海边、啊、是不？哎。哎，最后一个不许说你对他对的了啊、哦嗯、那都假的故意的了啊、哦、就是旅游的环境，你们更喜欢那种接地气儿的田园生活，还是喜欢那种高档次的城市的繁华啊？一二三，乡村。对，乡村。怎么老慢半拍呢、啊、男嘉宾女嘉宾看出来了，挺听对方的，是不是啊、嗯、但至于他心里想的，有可能是跟你想的一样，有可能不一样，但是他完全认同你的想法，多听话。彼此打个分数，男嘉宾给女嘉宾打分，快。95分。女嘉宾95分。接着聊天，二坐着聊，来，有请。那我不嫌他个矮，还嫌我个矮。人和人往往就是你对那个人吧，他不对你。对，他对那人，人家不对他。你先问吧，有什么问？先问你，哪单位退休的？我是物业店总，物业店十二厂。物业店十二厂的啊、嗯。你属啥的呀？我属鼠的。鼠多大了？不到。你家搁哪住现在？在沈河区。沈河区哪？阜阳医院对面。啊、嗯，我也在沈河区。我在惠公广场那块儿。啊。惠公广场。啊，知道。北站那块儿。北站。嗯。你几个孩子？一个女儿。今年多大岁数？我呀、啊、我52年生的。啊，属龙的。嗯。接下来咱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女嘉宾的感情经历。